们好，在场十位女嘉宾，大家好，现场的观众大家好吗？我叫孙震，来自吉林省松原市，我的爱情宣言是：爱情就像自己导演的一场戏，最后结局自己千万要满意。来看一下场上十六个姑娘。看好了，场上十六个姑娘，觉得我们这位小伙的表现怎么样？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，请选择。谢谢大家。十二号，我本身吧不怎么喜欢男生玩微信，你玩就玩呗，手机带个图标得了，衣服领你还硬啊？不是，燕子姐，我想说啊，我平时不怎么玩微信，你知道为啥我穿这件衣裳吗？我是来搜附近人的。那你就在附近人搜呗，还来这儿干嘛呀？你知道为啥我在刚才上台说晃一下。摇一摇。因为我是到这儿来摇幸福的。哎呀呀呀！啥玩意儿叫微信？你这小伙子，微信就是语音聊天的那种。那你搜啥玩意儿？摇啥玩意儿？我倒是摇幸福的了。小伙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微信微信，只能微信，不能全信。到全程热烈来微信还是很靠谱的啊。